迪，各位亲爱的小老弟、老铁们，过来聊。还有，我看上一集有说这个仪表板，我觉得仪表板我本来有贴啊，后来我都不贴了。那因为为什么说不要贴啊？是因为说其实它不会有多大的损伤。我拍给你看。第一个，你没有贴的话，它会比较干净。以外，就是它其实会有一些刮伤啊，可是我觉得没有你想象中的差。所以我觉得这一块也可以省起来，因为我是觉得不会太惨，但是的确是会有刮伤。可是我觉得，反正这种东西有可能是消耗品啊，不用那么的顾它，而且你的显示会比较漂亮，所以就是这样子。然后这个就是我说这种烤漆啊，就是边啊这里落差啦，就是这样子，稍微而已啊。哦，边海拉差就是这种，然后你像这种土厨的啊，这种都阳极，整个都烤掉。那这个的话，原厂的话它都会有写 S 啊，所以就是为什么我想要把它烤漆烤掉的原因，就是我不想要看到原厂的那一个标志啊。那这个本来都会写一个 S， 所以即使你烤漆的话是根本就没什么问题，只是说边海这里拉差。后面的土厨也是啊，就是基本上是都不会有任何问题，后面这个都阳极，然后整车都是烤都是这种消光都是没有什么问题。所以就是大概跟你们谈一下，就是然后像这种杯架都烤了，这种都烤掉，这个原厂的话这个 Y 架会有写 S 或什么，这个你烤完了以后它就全部都黑的，所以大概就是跟你们谈这样子，好吧。好，那另外就是说以车身的部分呢、啊、以我自己的经验呢、啊、我觉得你去买一个这种旁边的侧面的套子就好了，因为我会觉得你比较会被刮伤的部分是在侧面板的部分，前面真的会被刮伤，会比较不会那么容易被刮到前面啊。你如果真的刮到前面那个真的很衰。那为什么我说建议这种侧面的这种，那这种的话就是它有的有图案，有的有什么，像我这个是两面的，然后你去买贵一点的，贵一点的话它比较厚。那这个是我第二个，我有两个，第一个比较烂，第一个因为它救过我的车子两遍，第一次是被严重的刮到，结果是侧面板破掉，里面没怎样。第二次的话是倒车，倒车的话你车子如果被人家弄倒，它通常侧面板会先着地，还有你的手把，手把的末端啊，手把的末端可能会坏掉，就是你的手把，如果你倒右边，你的右手把的握柄的末端会着地，跟侧面板会着地。所以我那一次倒车就是是一块这个侧面板的这种防护这种套子，而且它这种是厚的，你要买这种是厚的，这一个大概如果现在买好的大概六七百到一千吧，应该是可能好的，真的好的要一千多哦，或者一千以内，你们自己去找。那我那一次倒车就是侧面手把的末端有一点点损伤以外，侧面刚好有一个像石头和什么刚好插在这里，结果里面面板没怎样，这个布破一个洞，然后它就挡掉。那所以我会说，如果真的要防护，你买一块这个就好了，不用包膜。那如果你要想啊，你若包膜，你若倒车，还是你被刮到，像我那个状况，我如果倒下去，我一样贴膜，一样破掉啊。我的面板、侧面板可能破掉以外，我那个包膜的塑料绝对冻不掉啊，因为那种都是没有办法。啊，所以我会说，如果你真的要去做这些防护啊，我会建议说，你就把钱花在刀口啊，就是除非你真的要变色或要个性化。那、啊、你就可以去选择你要烤漆或薄膜。可是我认为如果你是要防护性的话，自己车子停好以外，在你能力范围以内的你去做稍微的保护，然后买一块这个就可以了。然后你如果要骑的时候这一块就收起来，又可以原车的样子啊，没有要骑要停车这一块再拿出来装。对啊，啊因为你现在笑的人家就这样，只要你不在你的视线范围里面，你包什么膜都不好啦，因为有的疯子他要刮你，他一定会刮到腱骨啊。还有得讲，
伊若真正要甲你用啊，迄笑的就多，你根本挡袂掉。好，你即便有这一块，我跟你讲啊，发生什么好笑的事？有人有装这个套子，啊，就拔起来发现面板被人家拔走了。那个意思就是说，你这再多的防护，伊今仔日若真正要甲你用，你就是都守不住。所以我会希望说，这些影片只是跟你讲说，你用最少的预算，就是我什么都不做，可是我会尽量把车停好，在我的视线范围以内。可是如果今天发生问题了，好，我侧面板被人家干走或破掉，我就换就好了，我就不会因为事前的一些好像很紧张或什么，或一些没有心安，我去包或去烤或者做一些多余的事情，因为那些事情依旧防不了刮伤啊，因为塑胶，我跟你说包膜那种塑胶嘛，冻没掉，烤漆嘛，免讲啊，绝对拢刮伤诶。只是说我们在可以做的范围，就是以我的经验，我会建议说，你真的要去自己要在自己的眼睛可以看得到的地方啊，如果看不到的地方，就是我反而觉得这一块还比较有用。这个好像是那种侧面的套子。啊，这个很长，都在卖这样子，一些经验跟各位分享啦。那如果你真的还是要包，你就一定要去找那种会愿意给你负责后续服务的那一些好的厂家，你要多去比较，然后你要跟他问问题说，啊，如果比如说我要拆下来，或者是我遇到什么问题，你们会不会帮我负责这样子？好吧，那今天就是跟各位谈说。也是上一集没有讲清楚啊，仪表板跟真的要防护换什么，我的建议是都可以不用了啦，你直接买一块这个好不好就可以了。仪表板为什么说不用太防护，是因为仪表板我记得它好像到一个年限它会坏掉哦，那些仪表板的派你要换哦，可能会坏掉啊，所以其实我觉得不会到，你又不是在什么很严酷的环境里面，所以你不用用到，不用贴啊，我是觉得不用贴，然后显示也会比较漂亮，好，因为我有贴啊，我有贴过，周围会翘翘就湿掉了 ，OK， 好，今天就到这咯。